阿妹，我下班了。阿哥，今天买了个大龙虾。哇，这么大的龙虾呀！对，我们人都买大一点的，你想怎么吃啊？我来给你们做个叫花鲢举大波龙吧。你肚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是在床上躺着吧。没事，医生说孕妇要适当运动一下，不能天天躺着。那行吧，你自己注意点，我去看看阿强找我有什么事啊。嗯。先给他腌一下。小米椒来点，酱油、蚝油、盐，给它复腌两个小时。弟弟下来上锅。是给我温柔的怀抱，心在跳，情在烧，你就在把盐炒一下，桂皮、八角、香叶、大辣椒、各种大料搞里头，给它炒香。放点生煎柠檬、大蒜。给它包起来，下来和个泥。弟弟烤三个小时，好，交给我。阿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叫弟妹他们一起来吃龙虾吧。好嘞。嗯，好香。叫花鲢举大波龙做好喽。哇。何时给我温柔的怀抱，情在跳，情在烧，你就在不愿微微的笑。嗯，这叫花鲢举大波龙，还大胆着吧。我会爱你直到天地老。嗯。姐夫，这么大的龙虾怎么就这么点肉啊？等我发工资了，我多买几只，咱们一人一只，吃个饱。